宁羌有着汉江源头的汩汩泉涌，更留下古羌先民南下的漫漫足迹。天堑遍布的关隘要道，与世隔绝的郡山咸水，接纳数量众多的羌人到这里定居繁衍。正是羌族先民迈出的迁徙步伐，让地处偏僻的宁羌离开历史的幽谷，走上了时代的舞台。千百年来，无论是要冲之争，还是揭竿起义，或是外敌入侵，战火反复碾压着宁羌的脊梁。然而雄风突兀，激流滔滔，闭塞小城总能保持自己的倔强和昂扬。宁羌人究竟如何从秦岭巴山闯出天高水长？这是今天我们需要去寻找的来路。落雀三泉县，坡沱一径开，江流巨口河，风雨踏中来。这是清朝诗人王士珍对三泉县的描写，三泉县就是今天的宁羌。宁羌南北交汇，金陇联署，是中国大西北进入大西南的咽喉门户，因其重要的战略位置，成为了中国历史上极为罕见的中央直辖县。据《宋史》记载，北宋乾德二年，宋太祖赵匡胤命大将王全斌率兵伐蜀，在三泉县，王全斌先锋史进德与蜀军展开生死搏斗，蜀军大败，三泉县被攻陷，王全斌趁机领兵追杀，继而攻克利州、建州，乾德三年进入成都。至此，伐蜀之战宣告结束。据《余地纪盛》记载，平蜀之后，宋太祖诏令三泉县越级隶属于京师，文报直接在三泉县与京师之间传递，开我国历史上地方县级政权直隶中央之先河。如果说北宋初期的伐蜀战役让朝廷第一次意识到宁羌作为入蜀门户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那么发生在明朝洪武年间的另一场战役，则使宁羌成为历代朝廷都无法忽视的战略要冲。洪武末年，明太祖朱元璋治国严猛，刑罚严酷。田九成在勉县揭竿而起，他以勉县马面山为据点安营扎寨，反抗朝廷。明太祖朱元璋大惊，赶忙派兵镇压，双方经过数月的激战，起义军寡不敌众，一场轰轰烈烈的农民起义就此终结。这次起义虽然历时短暂，但对朝野震动极大，朝廷深知西南有事，宁羌首当其冲，是兵势一发地带，也是连接中原和蜀地的交通要道。于是在洪武三十年，在杨禄平建宁羌卫，
成化22年建宁羌州，兴筑宁羌城，使之安宁为邑，希望羌地永宁。此后，宁羌作为地名一直沿用了400余年。辛亥革命后，绛州为县，直到抗日战争爆发。1942年元旦开始，宁羌县改为宁强县，取强军强民之意，宁强之名至此确定。而宁强二字，既代表着宁强人的坚强不屈，又寓意着此地从此安宁强固，人民安康强健。1927年春，在宁强县大安镇秀峰寺内，两个年轻人在一个教书先生的带领下，对着党旗庄严宣誓。中共陕南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中共大安小组在这里成立。这个党组织的创立者叫陈锦章，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宁强人。陈锦章出生在宁强县列金坝村的一个知识分子之家。24岁那年，不满足于现状的陈锦章从大山来到了大上海，寻找自己的人生价值。正是在这里，他接触了进步思想，开始关注中国的前途和命运。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运动在上海爆发，成为了陈锦章人生的转折点。这个时候他感到我只有加入共产党才有希望，所以吴三长安后他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身处动荡不堪的时局之中，党组织决定派遣陈锦章回故乡建立基层党组织。1926年夏天，毕业后的陈锦章回陕南开展革命活动。此时的宁强还处在封建闭塞的环境中，陈锦章感到新主张和新思想只有靠教书育人才能更好地传播。于是他回到大山做了教书先生，利用这个身份开展活动，发展党员。在关于这段历史的长篇报道《长征一家人》中，陈锦章的女儿陈亚民回忆道：爸爸在女子师范和附小教书，教美术、音乐和历史课。陈锦章的博学多才和丰富阅历很快吸引了宁强当地一大批年轻人，在他的带领下，这些青年人开始学习《新青年》《创造月刊》等进步刊物，并深入农村，利用演剧、标语等多种形式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也就是在27年第2月份，他感到说我已经有3名党员了，党员队伍扩大了，群众的这一个热情也比较高涨了，对党的主张接受，所以时机成熟了，他就组建了中共大安小组。中共大安小组是宁强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党组织，也是陕南地区的第一个党组织。这个党组织的建立，使宁强地区的革命活动开始有组织、有步骤地集中开展，
也使陕南地区各地的革命斗争开始蓬勃发展。1935年初，红四方面军在徐向前为总指挥的指挥下，发动陕南战役，攻克宁羌。在陈锦章所发展的地下党的配合下，红四方面军在宁羌建立了苏维埃政府，将苏维埃红色版图扩展到了汉江源头。宁羌苏区的建立，有力地推动了川陕两省组织领导的武装起义，为中国革命大本营由南向北转移建立了一块强大的革命根据地。根据汉中地区志记载，红军奉命主动撤离汉中，西渡嘉陵江，陕南战役遂告结束。离开苏区，红四方面军面临的将是长达18个月漫漫万里的征程。在陈锦章等一大批优秀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广大群众踊跃参加红军，仅第30军李先念部就在宁羌苏区扩充新战士1360余名，壮大了红军队伍。在这支队伍中，就有陈锦章一家人的身影。1935年3月28日，分别的日子到了。陈锦章带领父亲、弟弟、弟媳等全家11口人随红军踏上长征之路。这是陈锦章的女儿陈亚民终身难忘的回忆。二妈随红军走的时候，青梅子才几个月。二妈给青梅子头上戴个帽帽，往怀里一抱就走了。爸爸的爷爷说，我们都参加红军了，你留下怎么办？爷爷也就跟着走了。宁羌苏区的1360余名战士，仅在长征途中就有500多人光荣牺牲。宁羌苏区686人被追认的烈士名单中，陈锦章的名字赫然在列，他牺牲时年仅36岁。在长征队伍中的陈家11口人，只有陈锦章的妹妹陈真人一人到达陕北。陈锦章将自己的生命和家都献给了革命事业。在宁羌，有无数家庭和陈家一样，携老扶幼加入长征，将故乡留在身后，因为他们知道故乡的未来、家国的未来，匹夫有责。陈锦章和他的家人是在哪场战役中牺牲的，我们已无从知晓。但是宁羌的老百姓都知道，长征是一段传奇，是红军战士以满腔热血融化绵延雪山，以万丈豪情攻克千难万险，以血肉之躯铺就的胜利之路。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陈锦章的母亲在老屋前迎来了长征中陈家唯一幸存的孙女陈亚民。祖孙二人都清楚地记得，陈锦章在跟随红军离开宁羌时曾说过，等我回来时，家乡的老百姓一定能过上幸福的生活。如今宁羌人民新的幸福生活，正是陈锦章的美好追求，是每一位参加长征的宁羌苏区战士的美好追求。
宁强县最西端的青木川古镇是宁强对外旅游的一张名片，每年吸引数量众多的游客前来观光体验，其中游客最不能错过的就是当地最具有羌族特色的婚礼。羌族是中国西部的一个古老民族，俗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族的语言、服饰、风俗习惯等是中华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宁强自古就是羌族的栖居之地。据考证，早在春秋战国以前，古羌人就从青海游牧聚居地迁徙到宁强，至今已有2000多年的历史。千百年来，多种文化在这里汇集，至今这些羌族民俗遗痕还处处可寻。在羌族后裔的婚嫁习俗中，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古羌族遗风，其中最具有独特情趣的就是破阵子。在我国众多婚礼习俗中，破阵子是最与众不同的一种形式。据民俗专家考证，破阵子与古羌人的历史有着密切的关系。冷兵器时代，打仗一般都要摆阵，只有把阵破了才能打败对方，所以参加作战的古羌人几乎都会破阵。随着战争的消失，这种破阵的形式就变成了羌族人生活中一种娱乐的形式，完整地保留在了羌族人的婚礼中。破阵子是男方和女方斗智斗勇的过程，主要是男方的压里先生和女方总管之间的较量。破阵子通常是女方摆阵，男方破阵。阵的形式多种多样，其中一种就是字阵。只许看不许问，我压力先生摆个阵，请你上前认一认呐。说我大阵见了千千万，小阵见了万万千，这个小阵我看得来哟。有请。破阵子的字阵一般是女方使用长条木凳来摆字，男方猜出所对字意，然后再用木凳变字以应对。所对字意不仅要连贯，还要对得巧妙。说四四方方一座天呐，这个阵子不难看，我给你摆个扇子看看呐。上前看，前面是个地呀、有地好种庄稼，庄稼多树林多，我带个摆名字看一看。南方鸭李先生不慌不忙，把田地改为了山林，而且所用的板凳数量一个不多一个不少，这也是要求之一。这位鸭李先生才学高，摆个阵没难倒。丫鬟请新郎进闺房了。结束以后大家都很高兴，在这儿吃着酒席，时辰一到我们就接着新娘高高兴兴地到来访去了。一日两色一道堂屋的点香了，为你出亲了。在这个破阵的过程中，体现的是男方女方这两大姓氏，也就是他的那个族人集体的智慧，他不是一个人两个人的智慧，我们处处体现着咱们的这个团结呀、咱们这个我们这个人口不多嘛，要只有团结了才能生存啊，才能生存，这是我们几千年来形成的一种民族的精神所在。
随着时代的推移，如今破阵子已经很少出现在羌族人的婚礼中，而这个古老的羌族仪式被乐于革新的宁羌人演化成了娱乐表演，作为一种备受游客喜爱的文化体验，焕发了新的生命力。每当游客欣赏完特色的羌族婚礼习俗之后，品尝当地特色美食也成了必不可少的环节。陕西素来被称为面食王国，但在宁羌，面对琳琅满目的面食佳肴，一种貌不惊人的特色小吃核桃馍却征服了男女老少的味蕾。核桃馍之所以是宁羌身份最特殊的特色小吃，不仅仅是因为它历史悠久，更重要的是因为制作核桃馍的原料比较特别。制作核桃馍的核桃必须选用宁羌本地特产的核桃，因为这种核桃果仁饱满，油脂丰厚，做出来的核桃馍色泽金黄，味道浓郁，入口更加酥脆可口。青木川是宁羌的旅游重镇，回龙场老街上售卖核桃馍的小店总要赶在天亮前制作出足量的成品，当地人则会赶在游客到来前率先购买新鲜出炉的美味。走出青木川，在闹市一角仍然可以看到极为珍贵的传统核桃馍制作工具，这是先人们通过智慧创造出的一种制作核桃馍的独特烤箱。锅盖上的凹槽用于盛放木炭，所以要配合吊把使用。锅底和锅盖同时烧起熊熊的炭火，苦涩的薄皮在均匀的高温下迅速失去水分，然后在反复的翻炒与揉搓下同香甜的果仁分离。核桃仁被捣成碎末，既能充分地释放油脂，又能与其他佐料更好地融合，而果仁的质量与数量直接决定了酱料的口感，核桃馍这一陕南名吃的精华便蕴藏在其中。这种类似于制作花卷的方式保证了果仁可以深藏馍腹之中，入锅前再在馍面上涂抹一层酱料，核桃的清香与果仁的软硬程度便会在锅内的高温中形成不同的层次感。而对于高温的巧妙运用，正是核桃馍酥软皆宜、满口生香的秘诀所在。核桃馍在宁羌早已成为独树一帜的饮食文化，这种不走商业化、不进行工业生产的选择，正是对这种文化的坚守和传承。如今，无论从传统的大锅烘焙，还是到顺应市场需求的烤箱制法，始终不变的是加工手法的掌控。一道去苦留香的简单工艺中，绽放出的或许正是这一方水土得以安宁强固的智慧根基。青木川，坐落于陕甘川三省的交界处，这座极富魅力的古镇因为地处深山之中，
20年之前还不为外人所知。2002年的一天，著名作家叶广芩第一次走进深山，走进青木川。这么一个神奇的地方，我一定要去一趟。一直到了2002年的时候，我才有机会，我在周至县挂职，跟周至县要了一辆车啊，要了5000块钱。我说我要到青木川去，我要圆我自己一个心愿。叶广芩身处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镇当中。他感受到自古就是羌汉杂居之地的青木川，如今仍然保留着浓厚的羌族遗风。青木川最让我感动和感受很深的一点是它的文化，它的那个积淀，你挖那个根是很深厚的。因为魏府堂当年资助了一批穷孩子，在他在办的学校里边念书，给予教育。我亲眼看到了魏府堂盖的学校，我说在深山里边能够在40年代追崇教育，追崇文化，做出了这样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需要我们后代人记住。我们要知道感恩，我们要知道敬畏，所以我就要写一本《青木川》。为了完成心目中的这部小说，叶广芩最想了解的就是辅仁中学。辅仁中学始建于1942年，校名辅仁出自于《论语》中的“君子以文会友，以友辅仁”。如今校园内仅剩下大礼堂、宿办楼和旧校门三处建筑仍保持着原样。学校礼堂高大宏伟的西式风格是出自上海建筑师之手。现已停用的旧大门则别出心裁地做成了笔架形。学校呢背靠龙池山，面朝笔架山，有一句俗语叫背靠龙池山，面朝笔架山，不出五关出文关。当时辖区内凡年满7岁的孩子必须送来学校读书，否则家长就要受到惩罚。而学校不仅学费全免，还从山外高薪聘请教师，除了基础的文化课，还要教授外语、武术和戏曲知识。即便是在兵荒马乱的民国时期，青木川里也因辅仁中学的存在而走出了10余名大学生。从辅仁中学可以俯瞰全镇，镇中南北走向的回龙场老街是当年三省交界处最繁华的集贸市场。精心营造这条老街的是当时青木川的统治者魏府堂，叶广芩小说主人公的原型。2007年，叶广芩的长篇小说《青木川》问世。2014年，根据小说改编的电视剧《一代枭雄》热播，这让青木川古镇开始走进了人们的视野。青木川成为了宁强最著名的旅游景区。青木川的标志性建筑当属建在老街中段的荣盛魁。
这座雕花中式建筑在当年是按等级为三省往来商贾提供娱乐服务的。荣盛魁共三层，层数越高，接待级别越高。五彩缤纷的灯笼映衬着古朴的汉船屋，向过往的游客述说着这座高大建筑昔日的辉煌。在老街下部，仍然保留着烟馆四合院，一座建在山腰上的建筑。屋内裸露在外的山体被魏府堂称为半壁江山，因为魏府堂靠着这家烟馆囤积了大量的财富。当年青木川在魏府堂的统治下成为了当时三省交汇处最大的烟土集散地，但魏府堂却严禁当地人吸食大烟，他用所得的财富兴建辅仁中学，聘请教师人才。让我感动和引起我共鸣的是魏府堂这个人，他对于我们传统文化的崇敬，他表现了我们的一种民族的内涵和精神。兴办教育，改变命运，这是魏府堂的夙愿，也是青木川人的选择，更是这座深山古镇吸引八方来客的人文起源。一方土著一本书，一本书名一座镇。近年来，宁强县大力推进特色文化旅游建设，这座有着三千里汉江第一城美誉的小城开始以全新的面貌呈现在世人面前。如今在政府的推动下，陈锦章故居开始修缮，羌族刺绣和傩戏表演不仅为游客们提供了多姿多彩的文化体验，也使得这些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更好的传承和发扬。美味可口的核桃馍和府堂宴也在点滴细节中丰富了宁强人文旅游的深度和内涵。文旅融合激活力，宁强的人文历史、民俗风情、特色文化等优势资源在旅游产业中开始彰显其独特价值。2016年接待游客旅游收入分别为2011年的5.3倍、6.6倍。汉水之源，羌族故里，宁强这片历经千年构筑起独特文明的土地，正紧跟时代的步伐迈向新的征程。宁强地处秦岭巴山，自古交通不便，然而文化的发展和贸易的往来却未受影响，反而在严苛的自然环境中爆发出强劲的生命力。2000多年前，古羌人将一种矮马品种从青海游牧聚居地带到了宁强境内。虽然它个头比正常马矮一大截，但是它从不挑食物，不挑环境，
在开路难行路难的大山里，顽强不屈，闯出了一片新天地。如今，这种以宁强命名的特殊物种已然成为宁强的精神象征，它是羌族文化在宁强存在的鲜活见证，更是当代宁强人奋发图强、勇于拼搏的生动写照。巴山雨，秦岭风，汉江悠悠，雄关险隘，筑起历史舞台。矮马壮，羌笛长，星火燎燎，旧颜新貌，走出广阔世界。环抱的大山从未匡复小城雄心，反而激活改变的生机，一个属于宁强人的新天地正扑面而来。